好啦，嚟到 EETV 講人講事，咁我就翻咗嚟香港啦。咁第一個嘉賓咧，就係請到社民連嘅正主席啦。而家主席吳文遠先生，大家好。咁點解請吳文遠呢？咁啊，首先因為要恭喜佢做咗主席啦。咁就阿文遠啊，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嘅本身你做乜嘢啊？你喺邊度讀書係咪？點樣同觀眾介紹一下？唔係都。其實都喺即係從政都好多年下啦，咁就之前一直就係社民連嘅副主席，咁就今年年頭就長毛就退落嚟，咁就我頂咗個位就做主席嘅。咁我就簡單講都係啦，細個喺香港深水埗長大，跟住中學嗰陣時就同阿爸阿媽，因為都係八九六四之後啦，就移民咗去紐西蘭，咁就。輾轉十幾年都是全世界周圍飛，咁我都是做呢個管理顧問嘅，咁就即係策略啊、機構投資嗰啲咁嘅嘢。咁啊，翻到嚟香港，咁就慢慢久而久之，由2009年開始咧就參與五區公投運動啊，即係幫下手啊，做下義工啊。咁慢慢由義工就變咗大義工，大義工就變咗副主席，咁啊做到而家咁樣樣咯，都好多年。即係你有外國即係護照嘅咯喎，身份。本來係有紐西蘭同澳洲護照嘅，咁就上一屆2012年立法會選舉，咁就放棄咗兩個護照咯。哦。係啦，咁就就咁。咁啊，真心為香港喎。又應該係話個護照係咪咩新鮮蘿蔔皮咧？又唔係，即係有咩特別？咁你喺香港因為其實香港嘅政治或者。香港的現狀就係去到一個非常之荒謬的程度，即係而家社會你講幾句人話都已經好似講到一些很誇張的説話咁樣啦，已經好似神咁樣。咁其實我都係想當初都係想即係為社會做翻啲嘢咯，即係喂唔啱咪講翻出嚟。咁選立法會嘅都係一個途徑嘅，即係希望喂大佬民建聯嗰啲擺到明講大話嘅，或者係。做平時做嘢氹阿婆同投票嗰陣時係兩樣嘢嘅，咁喂呢啲要講出嚟噶嘛？咁但係即係你俾人拉咗好多次噶咯喎。都係啊，會唔會話拉拉下拉到你驚咧？唔係，應該係話咧拉拉下拉到慣，所以通常咧我都係同啲尤其是學生啱啱出嚟啊，或者係抗爭俾人拉過講嘅。你第一次入警察入差館咧，就可能會唔知點算無所適從，拉多幾次咧，你就駕輕就熟，你慣咗噶啦。你對啲警察咧已經係毫無感覺，佢有啲嘢主動撩交打嘅話，你就當佢係即係空氣咁樣咪得嘅。我見到你一次咧，好似抌件 T 恤㗎，係嘛？係啊，嗰個係四五年之前啦，嗰次就係胡錦濤訪港。咁嗰次咧，我哋都係例牌。我對你最有印象就係嗰次嘅啫。係嗰次啊。咁嗰次咧就係胡錦濤訪港，咁我哋咪掛 banner 又成啦。咁但係佢哋駕車一嚟，都未嚟到就已經俾幾個警察又扯又撳住曬啦。咁就嗰陣時反應快，咁咪即刻除咗件 T 恤咪兜嘢掉過去，咁即係掉中佢架車嗰度。咁之後咪俾人告咯。咁但係嗰啲都冇乜嘢，臨尾都告唔入啊。佢嗰陣時告我，佢諗咗好耐，因為佢係秋後算帳嘅。嗰一刻冇拉我，一年之後突然間晨朝早就上門就拍門就話要拘捕我。咁佢用嗰條罪就係防擾罪，好怪嘅。防擾罪，擾波個擾。干擾個擾，就public nuisance 就係，但係用嗰條咧係英國啲好舊嘅普通法，即係已經係好耐未有人用過㗎啦。咁就基本上咧就係乜都得嘅嗰句嘢，即係話你行街你阻住我行咧都可以係嘅，或者你晾底褲條底褲跌咗落街咧阻到人咧都可以係嘅，即係好闊嘅。嗰個其實應該係襲擊喎，如果係用到咁。唔係佢可以，但係因為襲擊嘅話，你即係可能又難入罪啲。襲擊佢架車啊嘛。係佢難入罪啲啊嘛，咁所以佢就用嗰條罪，咁但係嗰條罪咧就到最後咧就俾我哋打甩咗。咁就因為佢，我哋就打官司就講嘅話咧，係你嗰個咧係公眾地方防擾罪，但係你個車隊前同後有警方包圍，你嗰個範圍咧就唔係公眾地方啦，因為公眾地方入唔到去啊嘛，因為嗰個係受保護嘅地方，保安區，咁所以咧你過嗰條罪咧就唔成立嘅。你高空襲物喎，其實點解唔告你高空襲物？冇錯啦。
其實咧就係成個過程咧，就是、律政司可以告我好多其他罪都得嘅，都入到嘅。但係高空襲擊咪罰你幾千蚊，你、如果你襲擊嘅話又難入罪。咁所以個律政司咧就係想試一條新例，因為呢條新例好辣嘅，係可以判入獄嘅。哦。咁佢所以咪試咯，但係試嘅試到即係但係比較難打。跟住去到嗰個法官，本身個法官都係保守嘅，但係個法官都係從法律上係都覺得喂真係好難入喎。佢都提議個律政司，你可唔可以交替一條輕啲嘅罪或者性啊？即係你告其他嘢失蹤嘅，律政司堅持話一定要呢條嘅，因為其實佢嘅策略咧就係想話試下呢條罪用唔用得。如果用得嘅話，咁以後咪可以用呢條罪去做咯。即係等於想當年用嗰、那個嗰、那個公眾秩序條例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啊？非法集結。嗯。以前不嬲唔用噶嘛，曾蔭權年代都冇用非法集結噶嘛。臨尾之後咧，就用非法集結罪試下可唔可以告到啲示威者。嚇、嗯！點知原來可以告到嘅，仲可以入到嘅法律上。咁佢以後咪猛鑊鑊都用非法集結咯。咁非法集結重噶嘛，你一中嘅話咧。你即刻係要社會服務令，最起碼，再唔係就坐監。幾多人嚟自非法集結先？哦，唔係，佢三個嘅，三個以上噶嘛。咁兩公婆一個仔咁都死噶咯。搞掂噶啦，咁所以嗰陣時佢哋律政司就係用呢啲嘅策略嚟試咯。咁咁好彩就係我掉 T 恤嗰下，佢就試嗰條罪，但係點知試唔到，咁我咪甩咗啦嘛。嗯。咁但係嗰次就係四年前胡錦濤啦。其實唔係喎，我諗你入咗仲即係仲對你仲好喎。因為點解咧變咗全世界都是一個大笑話啦嘛？誒都係嘅，係啊係啊。係嘛？唔係，但係今次而家咪再笑話咯。今次到張德江嚟啦，咁我哋再搞張德江，咁咪再落佢面。係啊，呢次咧我就想知道，因為我啱啱唔喺香港啊，咁、想知道係點啊？張德江嗰度其實佢嚟香港冇人埋到佢身，好似八千警力喎。係啊係啊係啊。點、好仔細嘅，梗係唔講啦。呢啲機密嘢，啲究竟點樣我哋做？即係報紙又賣出嚟嘅。係啊，係啦、啊，就係、是、總之嗰日咧，我哋就可以成功喺個即係橋墩，即係基本上張德江一落機入個公路，一轉直路，第一眼咧就即刻整個呢、這個結束中共專政，唔係添啊！結束中共專政就大大條喺佢面前噶啦。咁、當然啦，佢睇唔睇到啊？唔知你佢眯埋眼咁樣吹緊張嘅。就喺個港珠澳大橋仲起緊噶嘛，咁其中有一條橋嘅嗰啲柱枝柱嘅頂咁樣咯。哇！你咁都諗到啊？你哋十幾層樓高嘅，十層樓高度啦。都危險喎。可以應該就唔係真係咁危險，睇落去危險過真實嘅情況。係喎。咁就係總之我哋成功掛咗喺度，咁之後再都俾警察拉，警察成嘅。但係今次對比四年前胡錦濤咧，你見到咧，佢哋用嘅警力更加誇張，同埋同以前胡錦濤嘅訪港唔同，或者將李克強唔同咧。李克強、胡錦濤嚟香港咧，佢谷兩三日都總有一兩個嘅公眾活動佢要出席嘅，即係可能好似港大咁樣，咁你都一定會有人知道去邊啊嘛。但係今次張德江嚟香港咧，佢嘅行程係秘密，亦都冇公眾活動。即就算有咧，就係嗰個爛鬼一帶一路論壇，都係佢住酒店樓下咁樣嘅，即所以你係捕捉唔到佢嘅，你係揾佢唔到嘅，所以我哋係度過好耐啦，係唯一就係嗰一下你落機嘅機會，我哋可以咁樣頂一頂佢，係咁。即你講開話一帶一路，佢落嚟就為咗一帶一路。唔係佢落嚟就係用一帶一路做藉口，就喺度就講翻佢哋嘅即係阿媽係女人啊，即係點樣要國家要團結啊咁樣，為香港好啊，跟住之後港獨係唔好啊，咁就係講呢啲嘢。咁同埋即係當然啦，我唔係好認同啦，但係都冇計啦，就係同埋佢咪做個政治 show 咯，即係要見下啲議員啊，跟住就係咁。啲議員又肯去見佢啊？咁啊，啲議員肯去見佢啊，咁樣咁。當然啦，啲議員就話即係落咗，即係喺張德江面前落阿梁振英面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成件事都係非常之無謂嘅，即係我講緊張德江嚟香港。其實張德江講真啦，佢係今次嚟咧，咁當然我哋即係有好多好多我哋嘅朋友市民都好無知，即係唔知道張德江係邊個嚟嘅其實。係啊。就反而咧，佢今次嚟咗咧，用八千警力咧。我哋先留意張德江係邊個咯？係啊，原來就係想當年
廣東省省委書記隱瞞沙士疫情，亦到沙令到沙士疫情流落嚟香港，搞到幾百人死咗，嗰個張德江。即係而家咪知道咯。係啊。即係佢嚟咧，就即係對我哋香港人就認知多咗沙士係點樣嚟啊？原來佢想當年咁樣樣之後，得嚟仲可以升官發財，啊，做咗人大委員長咁樣，再翻嚟為共產黨就係咁荒謬噶啦。咁。而在香港你看到呢、那個、即你不在香港你那幾天即是你見到你的慶真的是八千警力，警察是周街都是、尤其是灣仔那裡，即是警隊被他拿了一半差不多，是啊，行都行不到，跟住之後呢、我們拿幾個氣球呢，他都用很多藉口呢，又要整鬧人，又要整爆他，總之是他用盡所有能力去令到我們接觸不到張德江，或者張德江接觸不到市民，所以那一日第一日呢，即是社民連我們度到很多偈仔呢，就可以神朝早他未落機就整條我要真普選在這個、獅子山山腰，整不整到啊？整到，就是警察，就有幾個警察就在獅子山的山頂那裡扎營，他估不到啊，我們是啊，警局警察扎營，他估不到呢，我們就在山腰那裡掛 banner， 他就是即是兜兜嘢冚了一巴啦，跟住過幾個鐘頭之後，張德江一落機，他又估不到，一轉彎入直路，一見就由我哋成棟嘢咁棟落嚟。咁就嗱，老實講，有好多人就話：喂，你哋掛呢啲有冇用？橫額有冇用啊？都冇用噶啦，都係掛嘅啫。咁咁鬼唔知冇用咩？即係如果掛橫額就可以結束一黨專政嘅話，結束咗好耐啦。但係做呢啲嘢，其實你係喺冇能力情況底下，你對唔到八千警力嘅情況底下，你要做啲嘢令到個聲音咧。就不是真的告訴張德江聽，是告訴全世界聽，喂，你看看這條友原來是這樣這麼無稽這麼荒謬的，還有要給到、全世界聽，即香港人其實個反對聲音就在這裡，因為如果不是的話，你如果我們不做這些這、示威抗議啦，你會想像到那幾天的新聞，國際新聞也好，香港新聞也好，全部清一色就只會是張德江他自己講他自己要講的嘢咯，對住個鏡頭，他中意講咩就講咩咯，咁就冇其他反對聲音嘅咯，咁所以我哋就要做呢啲嘢去即係抗衡佢咯，而且都係盡做㗎啦，因為你有哇，你真係幾千警力嘅話，即係你可以點定啊？咁我哋人又唔係多，咁佢有拉你㗎咯喎，拉咗啊嗰日，好哇好快啊，又掟條嘢落嚟之後，跟住。兩分鐘之內，係真係兩分鐘之內。即係香港警方係有效率個辦事。非常係兩分鐘之內，就已經個警察就喺我面前。咁所以我哋要時間頂得好準嘅。咁但係咁佢吹我唔漲嘅喎，咁已經要做嘅做咗。咁你要拉我，你告告你咩啊？我想知。咁但係去到警署咧，我哋呢邊咧，佢哋就到最後都要釋放，即係話一個 warning， 話要會保留。第時的追究檢控權利，因為咧佢諗嚟諗去都諗唔到用咩嚟講。我其實諗到一條。咁到時佢諗啦，咁所以可能大概一年之後咧，佢就自己即係捉上嚟屋企又話。